无序的空间进行首个专访，私人空间的开放似乎也能将我们与这位神秘的电影大亨迅速拉近。这是游泳池吗？对对对，来来来。室内的装潢一直维持着著名美术指导张淑平19年前的设计，素雅而温馨。这是不是风水好的，所以要摆很多这个水晶，是吧？还好，因为我们祖国。哇。对，他们给我发了照片，我看到这个好感动，全部是我们的节目的碟，哇，上台的衣帽间，这个就是你给他配好的，对，然后他就不需要，他就不需要想，就拿过来就可以穿了。对啊，在这儿，围巾这样子，我这不懂得配吗？所以给你配好了，配好，配好就拿过来就看着他来。他练歌。哦，你还练歌呢？哇，夏先生过的，你还练，你过得好。讲话。练讲话。看你讲话，让他练讲话，因为他讲话平常讲话呢，他一急呢，全没有喉咙，啊，很容易沙掉。这边是烧呢，这边是冰。哦，这边是健身房，可是健身房练的是你每天在练吗？健身房跑步，每天跑步。你每天跑步啊？你每天跑几公里呢，张先生？我每天跑半个钟点。半个钟头。半个。每天如此啊？你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就是有时候像做治疗，好比是来治疗，这可以做治疗，又可以减肥，又可以帮你治疗。是吧？吴尊重的。这是范增的字是吧？对，范增，对对对，范增。毕加索其实真的几个人写过。毕加索写的。啊。写过。啊。然后这个是一个门，这四个都写过，这是一个门。这是连接喜欢住这儿。啊，连接住这儿。他现在来还住在这儿吗？对啊。哦。李连杰和夫妻俩的私交很好，三人缘起电影，现在一起致力慈善事业。我们抵港当晚，恰逢向华强67岁的寿宴，亦是壹基金的慈善晚宴。我在请肖先生在唱，五首歌，每一首我捐100万。面上有很多我们熟悉的面孔，他们从4面8方赶来为向华强贺寿。如今的电影大鳄和巨星们皆因电影结缘，在向华强。